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。我不是二星的小兵吗？好多钱啊、哦、他跟那个之前有一个任务叫我去杀一个说很高大的怪兽，长得一样。关于革命的过程中有被提到的小窗口、国家剃刀及猫洞，该机械结构是由一些简单的元素构成，锐利的承重、有角度的叶片、刀刃斜向、木夹以固定犯人的头部，两片 木头中间要固定头部，和一个释放刀片的绳索结构。革命党人认为断头台作为人道死刑执行方式，当时公开处决会演变成可怕的错误。若刽子手没能一次割断受害者的脖子，他可能因为造成受刑者遭受痛苦的折磨而面临法律责任的追究。后来断头台被执行了更加人性化、人人平等的形式，适用于所有公民。其约旦医生声称，受刑者只会觉得自己脖子上有轻微的呼吸感觉擦身而过。关于断头台设计的传说，就是当约瑟夫·伊尼亚斯及约旦医生在征询国王有关机械的设计时，当时国王就建议他使用斜刃代替平刃。最后国王也就是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在革命广场上被送上断头台处决。那个医生，我上次才帮他广告断头台。很难打是狼啦，熊的 QTE 都刷到记住了，我都按不太到啊，超难打。其实你才是猎熊的坏蛋，熊要报仇了，可怕的熊。夏尔·亨利·桑松，他真的跟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哎。法国官方刽子手。号称国家的利刃，是一位象征着长期恐怖统治阴影下的标志性人物。由于为了履行革命所要求的许多处决行动，可能到他的肩膀与背部伤害，于是他采用新式断头台来更有效率地处理工作。可怜的小羔羊，我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办公室。他不停地记录自己的行刑过程，并创下 一些3400次的执行记录，好多哦。所以干掉的人就可以得分。我都不知道我在刺客里面有没有杀这么多人，应该有啊。他跟这个一样啊，哦，不一样，差一点点。稍微改一下面那个。面具而已，头上要戴子换一下，然后武器换一下，长超像了。还有，因为忘了存档，要去刷一次，杀了可能有30次以上吧。杀这么多熊。怎么不死啊？啊！来不及躲。还烧掉一张显卡，杀一只熊要100块。为什么会因为杀熊烧掉显卡？30只同类，熊乖。Come anywhere near me, I'll fry.
宝箱也满了，那我应该可以换装备了。做完这个任务回去一趟吧。这些枪兵真的很干扰哎。哪里看到我了？我来了，近身，你们是拿我没办法了吧？顺便去拿那个宝箱。哎，那个宝箱拿不到。啊，对，那宝箱拿不到。我已经被他骗了，这应该是第四次。不然我帮你祷告。哪吒，那我也帮你祷告。熊是不会说人话的，你们可以去外面打一架了。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有杀熊，没有。赚了好多空中暗杀，原来是偷刀子哦。嗯，亚诺的胡子嘞？有啊，亚诺的胡子在啊。他没有很大的胡子吧？换啊，不然白熊怎么开店？超有道理。熊要不要跟芊芊一起来吃吃吃？吃吃吃说吃什么吃？什么东西吃吃吃？你上次也跟我说什么吃吃吃？我问你什么，你有没有回答我？枪，啊，喜饼啊！又要按枪吩咐我，超讨厌！我恨枪兵。不要射杀我！不要再射杀我了！啊啊！哎，我跑错边了，我想想怎么没有士兵。先宰了你！
杀那一位，躲在那边。不晓得如果血比较多的话，是不是可以不会被枪兵一枪打？最讨厌枪兵了。Something's going on.快跑！哎呀！我才不是刽子手嘞，我是刺客。从他后面爬上去。Never mind. Jesus, it's a corpse. Stay sharp. Stay sharp. 该不会有人对我开枪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人发现我吧？杀他应该就没有什么威胁性了。Let's take him down.枪兵，就是你们，讨厌！还有一只，还有啊，都部署枪兵超贱的。最后一个。药品又用完了，那也是刀子，还有吗？生姜汗，拜托不要这时候射杀我，不要射杀我。You won't get power.这里他应该看不到了。交谈，嗯，不同人。We've recovered all the pieces. All right then. Give me a hand, would you? We'll see if it works. This ingenious device would save me much labor, my friend. Can you imagine executing so many aristocrats by the sweat of my brow? I just hope this doesn't make killing people too easy. It's an ambush, dear lord. 什么？被袭击了 Right here with you.
我们的巨人神血了，没药品了耶，没有料到还有第二阶段。我不能再被打任何一下了。还有吗？不，完成。再来，这边要解了，我先传回去拿东西，等一下开，等一下来做这个好了，这样做回来。拿钱，拿钱，选装备。要换什么装备呢？好吧，就这个夸张的羽毛好了。我想要没有的技能。那我暂时不要用那个了，暂时不要用造型，就这样。那个羽毛好好笑啊，鸡哦。他来坐这边吗？等我学完三星开锁，我应该要自己把所有的箱子捡完吧。还是有人想看？我觉得应该没有。啊，不然我就干脆不要捡东西了，就做任务就好。东西我再自己捡。如果有人反对的话，就留言告诉我，我就捡给你们看。Much appreciate the inexplicable disappearance of my death ward. Now, the joys of retribution. 最近的任务都一直维持围绕在死刑上面。What a wonderful avenue! My political enemies became reckless.I happen to know that each one is hiding a delightfully salacious secret. Here is a list of items to blackmail them. Steal those items and Guignon's old, debauched neighborhood will remain under my gentle care. I do hate to be a scold,
But I really need all of those objects. 超早任务，鸡来偷生物了。这羽毛真的很夸张哎，而且最扯的是这个帽子，除了加强壮之外，它还有加逆种。这么大一个羽毛，哪里逆种啊？超明显哦。 我已经开始后悔我自己都用逆冬那种，然后还是逆冬不好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强化我暴徒的部分。之后如果枭雄也是类似这样子的。 看守士兵好多，嗯，真的没有办法落下，还好我没有先丢颗烟雾弹下去，就担心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 平民，我现在来不及保护了。快，手开机了，大混战！来不及了。 Talk. I don't Commend know. <音>我摔损血，我们两个出彩。哎，都没有商店呢，东西都用完了，有商店了。
现在战务也隔太远了嘛。你们快把战务放近一点。范围逐渐缩小。要保护平民，保护成功了吧？窃取。好像45个哎，45个不知道可以拿到什么。啊，25000，钱多多，直接吃3啊！他算平民哦，之前都可以吃3，我以为他不算平民。给制造厂的信。是啊，虽然我说之后要自己拿宝箱，但看到宝箱就会有一种很想拿的感觉，很难忍住。我刚刚是不是应该要强化我自己的装备？下一次来换武器好了，我觉得我拿剑已经拿腻了。升级，下次存到足够的钱，我想换一把重型武器来玩。虽然我知道大家都说重型武器很烂。这不是强弱的问题。这是帅气度的问题。要是窃取。1.1，加起来了，我顺便拿一下吧，还是很想拿。还没有开成功。喂，喂，这是一星的耶！真的假的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一星的我反而开不了？这不科学。这不科学。
今天因为我手的位置换了，所以开不好。我就是要找借口，怎么样？为什么我闻到一股洋葱的味道？那我今天要煮洋葱的东西吗？对面的也要来凑热闹。能干什么？他跑去哪？哇，他警钟！喂喂喂！别闹了好吗？一直丢不出来，可恶！对面来凑什么热闹啦？还是说我从楼上进攻？I'm a dead man. Don't be silly. Are you crazy? We have to find it. Les ennuis ont pris. Que diable peut-il se passer? Il a pourtant lui. Vous n'avez rien à faire ici. Sors! Where did you put that letter? 我要的东西在哪里啊？ Dead man. Don't be silly. Are you crazy? We have to find it. 从楼上进攻超轻松哎，士兵都在下面。写给情妇的信。我们之前来过的工厂。
regarder tes cartes. But I really need all the things. Ah, yes. Thank you, Anna. I take such pleasure in imposing my will on others. Is that wrong? 错吧，这样是错的吧？这一千四没有很好赚。Hide in plain sight. Right.